龙哥你不选吗？龙哥怎么走掉了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阳光男孩。龙鸿浩，你之前我在这里看到你是在最优的我们获得第一名，那你为什么没有竞选班长？我觉得不适合我。哇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，其实这个东西不重要。好了，不用想了，我走，所有人全写我的名。我今天晚上收拾东西就走。我整个一大段的时间，我都是在寻找和理解他歌词本身的意思。我一个人在训练室待了七个小时，只是为了找到这首歌的情绪。龙哥他有一种魔力，他能把你带进他的舞蹈里面。之前就有听说过龙哥可以跳舞把人跳哭的这项神奇技能。这是我好像小时候是个挺活泼可爱的孩子，挺逗人喜欢的。他爷爷小时候很喜欢带他去照相馆照相，能照很多相，比如说你看这样正气，你看都是他小时候照的。这就是鸿浩，挺可爱的。龙鸿浩加油，爸爸妈妈永远支持你，耶！啊，我很讨厌这种东西，你懂吗？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出来，就是心里知道就可以了。我爸帮我说好话，说我小时候特别听话的一个人。没有，我真的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，好好留住每一个时刻，不要让他轻易的不见。